Amen. Amen. Well, Dan Bohai. 这是Dan Bohai，我们非常的感谢你，有多少年了？十二年了，在十二年当中，你有主持过多少的医治大会？大概有一千场吧，有多少人有？ 医治见证呢，有七万人得医治。甘保罗他这样说：“如果是主要做的话，你不可以说这是人做的。所以在十二年当中，你有七万的医治，你不可以说这是人所做出来的。所以礼拜五的时候，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那礼拜五呢？你太早离开了，我十点离开的。从七点开始，他Ben Bohai呢留在这里留到了十一点，因为有很长的队伍排队。如果说今天你还要到三点的话，我也要先离开了。不会，我今天不会，我先问你祷告。你不知道是什么。等一下，Dan。 Never takes an offering from us. 从来呢，不在我们这里收任何的奉献。他说，我们该怎么样来表示我们的感谢？因为你又不收我们的奉献，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话语今天能够透过他分享给我们，求你来祝福这个聚会，你的子民，还有那些在网上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释放你的医治能力。麦克，谢谢你。礼拜五呢，我们就让朋友们呢有一个机会呢，可以来与我们的事工来同工。如果你要成为我们的同工的话，你可以参与我们每周的为我们的这个一起同工的伙伴呢来。 祷告，我们呢的事工呢是有很多的方面的，有这个关怀的，有这个照顾人口贩卖人口的，还有照顾学生的，有很多不同的事工。但是今天早上我有一些卡片，如果你要来参与我们的事工来帮助我们的话呢，你可以举手，我们会把这个卡片来发给你。有一些同工呢也帮助我们来发这些卡片。 那么在聚会之后呢，你把卡片交给我，所以我现在就不花时间来做这件事情了，可以吗？你们要说出来 ，OK 吗？那么，但是你要成为我们的同工之一的话，你可以就是进入我们的图书馆，那上面呢有免费的，有很多很多的几百个这个讲道，你都可以去参与，但是你每一行都要资讯都要。 挺好，我很喜欢来这里，我很喜欢讲道，不是很好吗？那么，尤其是呢，当有人在场的话，来讲道就更好了。礼拜五呢，我一直为人祷告到十一点钟，这是一个祝福。 It was a blessing. I had 23个人告诉我说星期五得救了。我其实不知道到底的总人数是有多少。I don't know。我不晓得。I don't know how。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来知道。我只知道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医治者，而且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还要更加相信。你们不是这样，也这样认为吗？更多相信。 那么我一直在找，就是能会有信心的领导们。Believers that believe， 信徒相信。You say, well, duh. 你说当然了，信徒一定会有信心，会相信啊。但是我告诉你，很难找到相信的信徒，有很多希望的信徒。 But believing's different, 但是呢，相信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讲道是我要讲的。Is anybody happy? I'm going to preach the most important message of the Bible today. 那么你们高兴吗？我今天要讲的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Mike's probably back there saying, "Oh no." Mike 可能在后面讲说：“哎，糟糕，他在前面干什么？” I told Mike this morning. 我今天早上跟 Mike 讲说，这个是在这里的，在十四个月当中呢，我这是我第六次站在讲台上面讲到。我希望说他现在已经不再紧张了。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就是成为爱。这个信息呢，从我的名字呢改变成一个爱的一个事工。最重要的就是神要我们成为爱，因为他就是爱。We were given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of the old covenant. 旧约里面最大的一个在申命记里面就说，以色列听啊，他是我们的主，你应该要全心全力尽心尽意的爱你的神。全心全力尽心尽意。当耶稣，人人们问耶稣的时候，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一点都不犹疑的，就是说，他就是来引用他，他。给摩西的一个启示，就是你要全心全意、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神。次要是爱人如此，这个是在旧约、新约都是最重要的。在约翰福音告诉说，你爱我就要听我的命令。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你如果听我所说的，你就是我的朋友，也就表示说你爱我。如果你我说在讲道时你们说 Amen 的话，可以帮助我。What I think is fascinating is 觉得令我很惊讶的就是在耶稣被捕之前的施工的末期，他把他的门徒叫来帮他们洗脚，他说给你们一个新的诫命。我相信，所以呢，就是神的话之上还有再加上神的话，因为他是作者嘛，所以他可以加一个新的诫命，他喜欢就好。那么他这样说，你应该要彼此相爱。但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三十四节，你们要像我爱你一样的彼此相爱。这怎么能够实现呢？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他有多爱我们吗？如果他不爱我们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不现在不会坐在这里了。我们应该是在酒吧里，是吗？他爱我们吗？他说这是一个新的诫命，你们必须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人们才能知道你是我的门徒。然后他又告诉我们，你不要犯罪，因为犯罪的话你就与我分离。然后他说你们应该这样祷告，每天呢都要求主来原谅你的过犯。有没有你觉得很好玩呢？他一直告诉他医治的人就说你不要再犯罪了，而且每天要祷告说主原谅我的过犯。如果说他告诉我们去做的话，为什么每天还需要呢？所以我就突然想到，也许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个新的诫命呢。也许我们需要人们来饶恕我们，我们才能够按照他爱我们的方式去彼此相爱。你们知道吗？在约翰福音一章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说，如果你不爱人的话，你就不爱神。这个是不是很真实又非常的严厉呢？我也爱约翰一书的说，你不要告诉我你如果不能够去爱那些呢每天都让你讨厌的人的话，那你怎么说你是爱我的吗？因为他并没有说你，他真的是说你要爱你每天所见到的人。约翰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这是爱的话，你就完全没有畏惧了。保罗说，如果你爱邻舍的话，你就实现了所有的律法。你爱，还有他保罗又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从爱中来实现。你的信心是由爱表现出来的。说这些我们都听过了，但是呢，让我发疯。人们就会说：“哎呀，我听过了，做过了，这个不行的。”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学新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以新鲜的眼光、心意来知道。那么叫，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回到最初的爱，你的神的大爱的那种爱。”那么。
我怎么样来传讲爱呢？如果没有人能够形容这个爱呢？那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工作，但是我努力去做，因为这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代名词，是一个动词，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实际，就是爱，就是你就去读吧，你去谷歌爱是什么。Come on, and it's the first commandment. 这是一个第一诫命，最大的一个诫命，我们都应该要成为的样子。耶稣让我们看到爱是什么样子。有的人说耶稣呢，就是四处的来彰显圣洁。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耶稣只是彰显圣洁的话，他不会说是医治别人的，他应该把别人都烧了。He was pure holiness. 因为他是纯粹的圣洁，他是纯粹的圣洁，但是他必须要穿上这个肉身来彰显爱，因为纯粹的圣洁在这个肉身里面是没有办法与这个完全的圣洁同时存在的。所以他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还是爱，所以爱是一个人。But it's also what a person does. 那也是一个这个人所做出来的事情。我们不是说那种激情的爱，我甚至也不是讲的这个弟兄之间的爱，也只是说有交换的。我要讲的是这个神的大爱，就是只是付出。你难道你不是很高兴说神爱世人，那么将他把10%交给了这个世人 ？Am I preaching pretty good？Yeah, 我就讲到怎么样不错吧，我很高兴他是这么样的爱这个世界，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所以只要信的人都能够去得到他这个慷慨的爱。难道你不喜欢爱吗？所以我今天要来讲传讲爱，所以我要跟着保罗走。那么保罗进入了三重天，他得到一个启示，所以他是值得我们所学习的，因为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想出要去找爱。有一次保罗说，如果你是圣灵充满的话，就能够显现出爱，就是这个圣灵的果子就是一个爱。所以你非常暴躁的话，你说啊，我因为我是德国人，我告诉你，这就是说谎而已。Or if you have like a hot temper, 或者说你的那脾气很坏，你说我是意大利人，不是的，因为是你没有圣灵，因为圣灵会显示出爱，因为圣灵的果子就是爱。There's this thing, Paul. 但是保罗他要解释这个爱，其实解释的很好，在哥林多前书的13节那边有15个短句，在4节到8节，我告诉你，我可以从几年之前呢，我是没有办法来传讲这个讯息的，因为我变成我就是一个伪君子，因为我说爱是很久忍耐的，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做不到。我在讲这些，我在看了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就跳过，因为我不想去看它，因为我相信在耶稣基督里是没有定罪的，所以我觉得有定罪的话，我就不爱了，我就不爱去读了。Are you guys with me？ 你们听得懂吗？你们跟我一样吗？所以，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我今天讲到，也许会讲的稍微长一点。我在讲爱的时候，真的不能说谎。那么问题就是在，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你爱人吗 ？I mean, that's the new one. 这是一个新的，是吧 ？Everybody loves God. 每一个人都爱神。但是你爱人吗 ？Do you love people？ 你爱人吗 ？Four people, amen. 有四个人回答说爱人，我是这个好了，有希望。Okay, question number two. 第二个问题，如果你爱人的话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知道你爱人呢 ？Question number three. 第三个问题 ，How do they know？ 那他们怎么知道你爱他们呢？I'm gonna preach good this morning. 啊，我今天早上我讲到讲的真好，我可以看得出来，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verses 4 through 8. 第四节到第八节，
The first two phrases describe love like the big headliners. The other 13 phrases fall underneath, right? And so Paul just says this. He says love is. He's trying to describe it. And so if these things describe how you treat people, then you love them. Come on, these things describe how you treat God, that means you love him. Because this is what love is. Paul actually tells us what it is. 要做到这些事情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爱是什么你准备好了吗 Come on, amen. 要说 amen. Okay, love is 爱是 patient. 恒久忍耐 Why does that have to be the first one? 为什么这必须要在第一名呢 Are you kidding? 你在开玩笑吗 Why can't that be the last one? 为什么不最后一名啊最后一个列出来的不是很好吗？我是从我在加州做一个大复兴的时候，那我的电话呢送一个讯息给我，他说你今天早上呢可以早一点去希尔顿去进入你的房间，就我就试了，我就没办法。我说你是希尔顿吗？他说哦，你必须要下载一个 APP， 你该怎么做呢？他说我来帮助你。结果我下载还是做不到。他说你现在在哪里？他说我这。在希尔顿的停车场，但是我要有一个开会，但是所以我要来先来登记，我可以先进入房，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吗？他说今天要跟谁开会？不，对什么简单呢？他说如果你在这里，你就到这个柜台来讲话就好了。结果还是没有办法。结果后来我又回去了。他说我你跟我讲说这个简单的这个东西呢，我做了两个多小时了还做不到。他说但是你有两个户头啊。他说我没有两个户头，就是一个啊。那么三个半小时之后呢，我已经非常的受挫折了，我根本没有办法跟我的团队来吃饭，因为有一个事情呢告诉我说我可以来省时间，结果我花了三个半小时还办不到，那我现在还要想说爱是很久忍耐，这是开玩笑吧？你开了八个小时，你进入了一个小旅馆，然后呢，你后面这个妇女她做在讲话。And all I gotta do is look at the lady behind the counter at the hotel like this. 我就看到这个柜台。我只要做这样子一个态度，那么我只要做这个一次的话，我就没有遵循耶稣要我所做的事。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当交通拥挤的时候，人们呢，他们就给你一些不好的手势等等，那你该怎么办？你不要急，因为爱是恒久忍耐。你非常希望说，爱是试着要去忍耐吗？你这样写，你不是更喜欢吗？但是这个是特定的，你没有办法有回转的余地。爱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忍耐，拥有耐心。你有耐心就是爱。所以问人们说，你爱你的配偶吗？啊，我真的非常爱。那么，那你有对他多有耐心呢？那还你不知道他了。但是我问你，你多爱他们？你有多爱心吗？你有多忍耐吗？你有多爱你的牧师？多爱你的总统吗？如果你爱他们，你就会有耐心。I'm going to talk about patience until somebody gets it.我要一直在讲这个忍耐忍耐忍耐直到你们得到，因为这个是最难的，所以它摆在第一个。如果你不忍耐的话，前面后面之下的十四点都不用讲了，没有机会发生的，对不对？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要恩慈。你知道有的时候世界上的人呢比这基督徒更有恩慈。I heard this said hundreds of times. 我常常听到人们这样讲，很多次了。做基督徒啊，好像是如果没有其他人来烦我的话，做基督徒是非常容易的。你这样听了，你听这句话有恩慈吗？你知道恩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慷慨，就是要很奢华的。所以你说你爱你的孩子吗？你说哦，我会为他们死。那你对他们有多慷慨啊？那不一样。你为什么说不一样？我要让他们付出的像我爸爸这样要我来付出，这个不是爱啊。I'm going to leave everything I got to them when I die. 我死了以后把一切都留给他们，到那个时候他们就相信了。
Or, hey, do you 还是你说、oh, 你爱教会吗？哦， oh, 我喜欢我的教会。那你有多慷慨？ Well, you know, hard, 你知道吗？现在是很困难的时候啊。或者说，礼拜天你要出去吃饭，你们出去吃饭吗？你们有没有在 Grandview 的餐馆吃饭、啊？ You go to the restaurant, 你去了这个餐厅，每个人。But the church people always tithe real chintzy. It's like they don't hear what you say. 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呢，都是 be the most generous people on the planet. 都这个在这个付小费的时候都非常的这个。Dozens of people in restaurants because when you tip them, their draw drops. Then they say, "Well, why'd you do that?" 他们都非常的小气。Because Jesus loves you. 那么很多人呢，他们这些侍者看到基督徒进入餐馆吃饭，他们就很就说：“我知道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因为他们付小费的时候非常的小气。Love is patient. 第一个，爱是很久忍耐，爱是恩，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Can you believe how much jealousy there is? 能够相信在这个基督之体里面有多少多少的嫉妒？你知道我怎么能够看到有嫉妒呢？听，如果说你有要请人家为你祷告的话，你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有很多很多。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看到当你受苦的时候、oh, 我可以同情。Now put a testimony on there about how God's blessing you. 你要做一个放一个见证，神怎么样来祝福你？如果说你这样做的话，没有人来回应你，为什么？因为嫉妒。所以说的爱是不嫉妒，你们不要生气啊！向我生气，我只是在这里。我的偷了这个神这边的讲道，已经写在这边了。你不要对你嫉妒，不要对向我生气。爱不是不嫉妒，爱是不嫉妒。好，我们继续。快点，我还要讲十二个呢。Love does not brag. 爱是不自夸。天哪！ And Mike always says to me, "Give testimonies." 如果他们跟我讲说今天你来给一个见证，我就觉得有罪疚感。知道吗？因为神让我进入这个事工，他有三件事情要做。第一个就是要找一个祷告伙伴。第二个，他就说每个月你要读这个神的话语，读一次。所以我就这样做。所以我进入这个事工之后，我已经在十二年中读完了700多页。你说，圣经没有那么长，如果你一直念的话，当然就这么长了。这是奇怪，他每次讲的都是一样的，他从来不改变。Is this awesome? 这不是很好吗？ Come on, but love doesn't brag. And the third thing God told me to do. 爱不自夸。第三件事情，谁让我们说让这个主教啊、牧师啊，不管是谁在主持教会的，让他们做他们的见证。You don't do it. Let them do it. 你不要做，让他们做。所以这三件事情，我就顺服的去做。非常常的顺服的去做。这个三四年之后，神说你要开始。I said, "Well, God, you're the one that told me to do it."神说，我跟神说，神，这是你要我做的。I said that. 我就说，我就跟神这样说。神说，但是我开始告诉你的时候，我得到这个功劳都在我身上。但是现在看看你自己。他说，第一个，你没有与人相处的技巧，并且呢，你太重了，而且你又没有教育，你呢，这个讲道呢，你也不知道怎么讲。所以都是靠我。那么你现在在自夸了，所以呢，你现在不要再送 email 给别人了。你开玩笑吗？I didn't send an email out. 所以我就没有再送 email 出去了。然后呢，很多人问我说：“哎，我喜欢读你的 email， 为什么你没有在更新你的信息呢？”那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不能够自夸，所以我该怎么做？我就跟他讲说：“神告诉我说，有一阵子不要再这样做了。我没有撒谎，这就是不自夸。”Boy, now you know why I don't like these verses until I can. 对，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些经节吧？ Then it says, "Love is not." 然后又说是不张狂，爱是不张狂。Whoa. Whoa. I'm not even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one.
这个我根本就连讲都不要讲。然后他又说，不做害羞的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爱是有礼貌的，就是不要鲁莽。不要粗鲁。但我长大的时候，我是做这个工的，所以呢，我有半小时的休息，赶快去吃一个汉堡，然后两分钟把它吃完。但我进入这个事工的时候，我就以为说我是跟这个牧师们可以坐下来讲话。And I have ADD. 我告诉你，我有这个不能专心的这个症状。那么我也会紧张，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我因为我没有他们一样这样子有这个教育，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厕所。其实我不需要去厕所，但是呢，我就走来走去。最后呢，我可以请客，所以我就赶快走。就他们就说，你不要的把这个个人化，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人。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牧师呢，都要来遮盖我的鲁莽。Love actually has manners. 爱是有礼貌的。Love says thank you. 爱说谢谢。Please. 爱说请。No, you go first. 然后说你先。You're amazing. 你真的是非常好。Love actually is practically mannerly. 所以爱呢是一个礼貌。Now, if we need a conference here at Forerunner on prayer, you get some people because you're known for that, or a healing conference, whoa, or a prophetic conference, whoa, or get ready for the end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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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or浪费着我的这个精力，我根本就知道我要点什么，但是我要有礼貌。所以他祷告了，他说：“你好了吗？好，该我，就跟上礼拜一样。对，我告诉你，他下礼拜还是点的一样的，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喜欢什么的，点什么的话，你为什么要改变他呢？所以我们拿到食物的时候，我太太，她要把那个酱汁放在一边，这个，然后她又把那个酱汁就浇在她的菜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呢？然后我告诉你，她还会来切她的菜，那些这些生菜都已经帮你呢撕好的，但是她还要再切。然后呢，她把这个。酱有到53%，倒在他的这个食物上面。我告诉你，这个是准备就有好久好久了。那么我呢，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因为但是我要知道我要有礼貌。And she'll look at me. What are you doing? 然后我太太看我说你在干嘛？ Okay. 我说我就是想要慢慢的吃。Guys, 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想这件事情了，我告诉你一口就吃完了。他就说你有没有享受你的饭呢、啊？ Say, 然后我就说啊，我告诉你，早比你享受之前早多了。I mean, your food's all cold, man. 你的食物都已经冷了。You get it? Then some people say, "Well, you'd be really healthy if you chew every bite 25 times." 如果说你每一口要咬25次的话，你真的是会对你身体好。我告诉你，这是撒谎。你有没有试过？I tried, man. 我有试过。I did vegan a couple of years ago. 在三年之前呢，我是素食者。我告诉你，糟得很。I did it for 18 months. 我做了18个月的素食者，好难呐。That was in the past. 那个是过去的事了。I've seen the lie. So now listen. 所以 listen. 听好。Listen. 听好。I would try to take a bite. 我要试的吃一口。And count the chews. 然后我会数，咀嚼了几次。I can't get past 2.5. 我告诉你，两次半我就没有办法了，就吞了。Finally, my wife notices that I'm eating so slow. 终于，我太太看我这么吃的那么慢，她说你生病了吗？No, why? 我说没有啊，为什么？ Well, why aren't you eating?
那你为什么不吃呢？ I'm just trying to enjoy the moment with you. 我就是想要享受 与你在一起的时刻。他就说他就吃了吃了，我告诉你，他只要给我允许的话，我告诉你一下就吃完了。然后他说哎呀就是吃你的。我说啊、哦、我好高兴、啊。But I have become a slower eater. 但是呢我必须要慢慢的吃。Because I'm trying not to have 因为我不想要变成没礼貌鲁莽。有一次我跟一个基督徒的夫妇去这个餐馆吃饭。然后呢 so on the way 他们呢 他对饭 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呢就没有付钱就走了。然后他的老板呢拿着枪追出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我告诉你不要这样子，我来帮他们付账。如果说我们人家看我们是全这个地球上最友善 okay, 最有礼貌的人的话，不是很好吗？Love、好了，我不要让你难为情了。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不求自己的计划，也不是建造自己的名声，只关照自己的事工。有一次，我在为我的孙子们祷告的时候，在哭了。但是神说：“哎，你为什么不同样的像爱你自己的孙子一样爱别人的孙子？”我说：“当然这是我的家人呐、啊。那么如果我不这样子的话，我不是比外邦人更糟吗？你有没有曾经是真是愚笨呢、啊？你是用神的话语来向神讲道，真是笨。”I said, I don't know why. 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Love cares about everybody the same, and you don't really have a priority on whose family it is, because if you would seek me first, my kingdom, my righteousness, I could take care of your family, so you could love all my family. And then I would come and take care of you, and you would love all my family. Love doesn't have its own agenda. Come on, anybody happy I'm preaching there? Love is not seeking its own agenda. Oh, here's a good one. Oh, here's a good one.Love is not provoked. 爱是不轻易发怒。Love is not offended. 爱是不被冒犯。If this were true, 这个是真的的话，我就没有工作了，我就失业了。Everybody's offended. 那因为现在每个人都被冒犯，我对太太生气，对先生生气，对我爸爸生气，对政府生气，对牧师，对我老板生气，我都是被冒犯的。但是爱是不轻易发怒的。我告诉你，如果我是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嘛，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世界最好的一个职位了，什么都是很漂亮的，这房子很漂亮的，装饰很漂亮的，还有呢。还有音乐，结果呢一个人进来，他进来这个漂亮的美丽的地方，因为呢我也是第一两个前两个这个病人来看我，我是一个医生，我看到他说你为什么在看我，Our pastor told us you can help our marriage. Oh, really? Who's your pastor? Oh, yeah, he pastors the second church of the offended where we attend.你的牧师是谁？ We used to go to First Church of the Offended, but we got Offenders Shooting Club, and I also do some Offenders Bowling sometimes, and we have a small group, the Offenders Small Group, and I said, "What do you do, honey?" She said, "Oh, I'm a part of the Offenders Trio." We sing.我们呢是我是三人唱，并且呢我还有这个写书。他说为什么你在这里呢？因为那个先生说我先说，就那个太太就翻白眼了。你看吧，他说他没有满足我的需要，好吧？丈夫说我有八个需要，他只达到四个需要，有的时候四个都达不到。我说停一下吧。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Mr. Pence.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丈夫。Are you a Christian? 你是基督徒吗？ What do you mean, am I a Christian? That offends me. 你什么意思？我是基督徒。你冒犯我，这样问我，这个就是重点。If you're born again, you're a new creature. 如果你是重生，你是一个新的你是新造的人。你的里面是有耶稣基督，但是是爱，你是不会被冒犯的。也许你必须要重生呢，就他好生气。他说我不能一小时180块钱来冒犯我，我以为你会帮助我，他就跑掉了。
那我这是我第一个病人啊。然后那个太太告诉我说，你看，我必须要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我说，那你呢？你有什么问题呢？他说，他总是让我激怒。为什么？你知道，当我累的时候，他就说那些话来激怒我。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吧，什么问题？你是基督徒吗？你什么意思？我在这个合唱团里面，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对，我只是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为什么这样问我呢？因为基督徒是没有什么激怒点的。你是一个重生的。重生的人，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你不会被冒犯，所以你觉得说耶稣基督背着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会得到冒犯。他突然在想说，好，他们不选这个巴拉巴，选我，那么他就走了。对，那我就说，天父啊，把我带走吧。他们我所做的，他们一点也都不感激。我的情感受到伤害，我非常的受冒犯。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耶稣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爱，爱是不轻易发怒。你能够想象的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呢，他的这个四肢呢都被这个铁链链住，然后他全身都很难过。他说，神啊，我一直在做你要我做这个事情，怎么样的爱人，那么很难很难，我可不可以休假一个月吧？你有没有听到保罗这样说呢？因为爱是不轻易发的，不受冒犯的。但是为什么每一个美国的基督徒都被冒犯了？因为他们要对我说嗨，这个是先知戏嘛？我要去另外一个教会，因为没有人向我握手。你在开玩笑吗？ I don't go there anymore. Why? 我再也不去那里了，因为他们呢没有共餐。什么时候教会变成了这个共餐餐厅啦？我讲的好吗？ I would be a lousy Christian counselor. 我会一个很不好的这个基督徒心理学家。那么我一开业的话，头两个这个基督徒的病人就被我赶走了。这个爱呢是不轻易发怒。好，我们很快要讲完了。Somebody say praise God. This is only 15 phrases. Amen. 有你们应该说感谢主啊，这里才有十五项。他是不轻易发怒，并且不计算人的恶。That's the fifth time they've done that. 这是第十五次他们已经这样对待我了。谁在算这些次数啊？I want to find a Christian somewhere when I say how you doing, they don't tell me everything is wrong. I'm doing great. I'm in faith. 如果我说找一个基督徒，嘿，你好吗？他们如果没有抱怨的话，是很难的。或者是我要去找那种基督徒，他从来不计算说别人对他做了什么错事。如果说你在工作，然后你的丈夫失业了，你的房子也失去了，你孩子一团糟，你还得了癌症，然后你就在笑，继续的工作，怎么回事？因为我很高兴啊，神住在我的里面。然后呢，你的丈夫又找到工作了，这个孩子呢也不吸毒了，你的癌症也得救了。然后他说，你怎么不知道呢？说那因为那不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是他耶稣基督住在我的里面。他只要经过我的时候，他会带领我经过所有的困难。我不计算人的恶，我只是高兴说耶稣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就够了。Love does not rejoice in unrighteousness. 还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But that would change our politics right there. 那我现在就要可以改变我们的政治了。Then it says, love bears all things. 说凡事包容。Being hard on you or situations are hard, you don't expose them. 对你不好的时候，你不要暴露别人，你不要说，你就是用恩典来对待他们，说神能够来改变他们，爱能够凡事相信，凡事盼望。Love endures all things. 凡事忍耐。那么我该怎么？我应该爱多久呢？是永恒的。就是爱是永不止息。
Maybe the hardest one for me is believe. 这十五当中呢，最难的是什么呢？是相信。And you never see revival sweep the nation. After a while, 100次的大聚会，你还没有看到这个大复兴，那你继续相信是对的吗？这个相信呢，比是跟希望是不一样的。相信就是你百分之百的知道神在这个时候能够做事情，但是他过了一阵子的时候没有发生的时候，很难去相信呢。礼拜五的时候，在医治大会的时候，我希望大复兴在这边发生，但是我要离开，我要大复兴来到改变堪萨斯市，所以我相信这个火、这个荣耀、这个云、这个雨，不论神该做什么都做。也许我们应该完全每一个人都变成爱，我只是要大复兴来到，来改变我们的城市，使我们的国家有一个机会能够得救。我相信我们能够持久。如果当这个大复兴发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但是呢，事情没有发生，我知道有好事情会发生，这个地方非常的吸引我，但是有的时候我非常困难的相信。我去每一个地方我都要相信，但是我知道这个是能够发生的。我就要说，哦，会发生，当发生的时候就发生吧。那么我要把天堂带下来。你们跟我一起吗？I'm done. Three and a half years ago, 我讲完了三年半之前，我呼吸困难，我以为是，我以为是哮喘。Can I finish? Okay. 我好像时间到了，但是我要讲完。我可以讲完吗？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掉下来把我打了，让我不能够讲？听好。三年半之前我不能够呼吸，有哮喘，我有呼吸器，然后太太把我送去医院。哦，原来我的心跳不准了，所以他说我们能够来修复。我们该怎么样？我们来电击你。You're gonna shock me. 你要电击我？对啊。One doctor said we're gonna let you ride the white lightning. 说。我们就让你感受到闪电。Really、good people skills, Doc. 那些我告诉你， that brought waves of 这个医生你的这个、right、带对待病人的技巧非常好，给我很大很大的平安。你要在我的里面有闪电。然后我就做了一些测试，他们就是测试测试。我非常的受挫折的神，你为什么要让我生病？我是有信心的人，我带来那个国度的原则，人们的医治，并且充满了圣灵。你为什么要让我生病呢？我在抱怨，我在医院。里面的病床，另外一个同病房的人，他已经失禁了，他的一个尿失禁了。There's a curtain. 那么这中间只有一个这个窗帘挡着的。但是我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这个护士说：“对不起啊。”这个人，这个病人在你的旁边，那个就是我的室友。那么我要没，因为呢，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受冒犯了。我只看到我自己，我只想到我要的，我就是没有耐心，我也没有不慷慨。这些经文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作用了。我神啊，我怎么能够生病？我一直在服侍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All day long, 一整天我都在生气，然后到凌晨两点，我在病床上睡不着的。你没有办法在那边睡觉。那么那些塑胶的那个床单呢，让我发汗，我好生气，我根本不相，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来，他们要来验血。我看到了针的时候，其实我是会昏倒的，但是我是非常生。那么我得到，我告诉你，很容易昏倒。我得到了这个，我去结婚的时候我也昏倒了。我那个时候有多生气，我说好了，不在乎了，你来用针来插我，来抽血吧，我都不在乎。一整天我就是在想到我自己，我就是受冒犯。凌晨两点的时候我睡不着，我的室友又要上大号了。It's a nightmare. 那真的是一个噩梦。I didn't feel like singing praise and worship. 我根本在那个时候不像保罗所做的，要在唱诗歌来赞美神，我就想要回家。And Jesus comes to me. You know what he says to me? 耶稣来说，他说凌晨两点，耶稣跟我说什么呢？他没有这样讲说你这个笨蛋。他因为耶稣是
人有长久忍耐的，他是有恩慈的。你们听懂了吗？耶稣说：“嘿，你啊。”Remember when you got hit by the semi truck? 你被那个大卡车二十二年前被撞到的事情吗？我是你的唯一。那么你是那么样的满足，你知道吗？我很怀念那个时候。That's how he approached it. 但是耶稣就是这样对我说话的，因为也许罗马书二章四节是真的，这真的是因为神的这个恩典慈爱能够让我们能够转变。所以我说耶稣我对不起，我向他说对不起的时候，他让我充满了爱。我就说对不起啊，耶稣给我再一次机会吧，我不相信我这样做。我七点醒来以后睡了五小时，耶稣给我五小时的睡眠。那个新护士进来了，然后呢，就是留下印象的时候，你说：“哎，耶稣爱你，我让你祷告，为什么呢？我就是爱你，耶稣爱你。”所以我对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流泪了。他没有人这样做过啊。我说：“是的，是耶稣爱你。”第二个人，第三个人，那过了两个小时之后说 ：“Mr. Bohai， 我们给你一个新病房了。”You know who my roommate is? The guy who got healed from blindness in a William Branham tent revival when he was eight. 我的室友是谁吗？是在那个在八岁得到他的盲人得医治的这个病人。那么他还写了一本书，有关于的 Benjamin Netanyahu 的书。所以呢，他是我的室友，所以很多人都进来为我祷告。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还是心律不整。Come on. 我还是在生病，但是我已经不注意到我是在生病的人。最终，他们把我带去测验心脏。有医生、护士，共有九个人。有一个医生让我的把这个照射镜放在我的心中，还有另外一个给我安眠药，另外一个呢按一个按钮，然后还有那么多的护士。我对他说：“医生，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啊？”And you know what he said? 你知道他说什么呢？他说：“有的时候有效啊。”When peace like a did not happen, so I said, "Well, do you guys care if I pray?" 我那时候非常没有平安了。我说：“哎，你们要做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帮你们祷告吧。如果我，所以我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祷告，因为我知道他们非常受冒犯了，因为他呢花他们的时间。他说你现在来倒数，从一百倒数，为什么要从一百倒数？他说我多久才能够被麻醉？所以他说就信任我吧。好，你现在觉得有一点刺刺的，然后我马上就睡觉，然后我醒来以后，哦，心率已经正常了，我可以回家了。那所有的护士，第二天的那个护士都送我卡片。我们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像你一样的病人，我们必须要让你走，但是我们不想让你走，所以因为你确实爱护我们。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别人不一定会这样想。我在想说，这个第一天跟第二天的差距是什么？就是爱。如果说所有的基督肢体都成为爱的话，我们多久能够改变整个地球呢？一年之后，就是两年半之前，我正在走路的时候，我的心啊又失律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心脏科医生，他说：“哦，只是一个今天的这是一个跳动而已。”他说：“跟以前那个不准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是新的另外一半在发生事情。”然后呢，在。圣诞节的第二天呢，我们你进来，然后我还要等两个多月呢。就你知道，这个开始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呼吸。整个圣诞节天气，从十二月二十一到二十五号的二十五天，我只能跟我的孙子们讲话，我不能去买菜，我不能去教会，我不能去帮他们买礼物。我就觉得说我什么都不能做。他说：“你就听他们的话，你就听他们说什么，就跟他们。”玩游戏吧，每天耶稣都告诉我，来叫我来看这四个经节。这个是三年前，几乎三年前，每一天耶稣都说去读，爱神恒久忍耐。不只是这样子，你的名字要加下去，你要说 Dan 是恒久忍耐 ，Dan 是有恩慈 ，Dan 是不嫉妒 ，Dan 是不自夸 ，Dan 是不轻易发怒。你必须要这样读，因为我。
你要读，你要读，并且要把你名字加下去。每一次我读的时候，我都哭了，因为我做不到。我上床的时候呢，呼吸都不过来了，就是没办法呼吸了。那我躺下来，我就开始在哭。三个礼拜之后，我最后我说，主啊，我这是做不到，你为什么一直让我读这个？他说，我知道你做不到，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但是我可以做得到，我住在你的里面。Why don't you just let me live my life? 你为什么就你何妨就是让我在你里面活出来呢？我可以帮助你，所以我就去接受了这个治疗。他们呢就用烧的。我告诉你，这我是有燃烧心的那一位。Yay! It took them 44 minutes. 他们花了四十四分钟的这个。治疗呢，就花了6000块。我告诉你，我做错了职业了。然后呢，他们呢从我的身体的脚上面插一个管进去。他们并没有跟我讲说我的脖子上要插一个洞。然后三年半之后，我去参加这个教会，我的两个女儿来打电话给我说，这个是我们这生命当中最好的一个圣诞节。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说所有的孩子都说。这个爷爷真的是不一样，他听我们的说话，他跟我们讲故事玩游戏，然后他就是爱我们，就是对我们说话。结果圣灵跟我讲说，你已经变成了爱。所以觉得今天我必须要来问你，你有变成爱吗？还是你就跳过这些经节了？Because you can't hate enemies. 因为你没有办法恨你的敌人了，再也不能了。They get your best prayer time. 因为他们呢，必须要成为你最好的祷告时间。最祷告最好，你要祝福那些错待你的人。你的生命要来遮盖你四周的所有的这些混乱。因为呢，你是爱，你就满意会满意出来，而且爱呢，从不会失败。Come on. 来吧。Do you know what I want to do this morning? 所以今天早上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呢？主日在先锋教会，我要为那些要一个重新的这个洗礼、爱的洗礼的人，为他们祷告。也许神会带你经历过这些，让你也看到，你可以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孩子、爱你的老板、爱你的同事，并且能够，如果你不再去控制了。不再去想着要去操控了，所以住在你里面的那一位才能够活出来成为爱。所以需要爱呢，那么你可以来到前面。但是呢，我们不要传染病毒。礼拜五晚上，我大概讲说，哦，希望我这个礼拜我还活着。But if you want to become love, 但是如果你要成为爱的话，你就把手伸出来，真的。这个是教会，是我们这个团体是基于第一诫命的。也许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第一诫命，但是这个是非常实际的。It's 可以做得到的，摸得到的。我真的相信，如果说我们变成爱的话，在我们四周的人都会受到影响的，会改变我们的文化。所以主，我们求主天父的爱来分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爱。这个不是一个定罪的爱，这是一个给能力的爱。主。当那些人说那些事情，突然我们觉得说他们怎么说我呢？我都不觉得有毒根了。我反而同情他们，我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做成了。所以天父，求你来给我们一个洗礼。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以爱来洗礼，爱来给我们受洗，来实习。像昨天晚上在这个祷告殿的时候 ，Misty 来做这个祷告，爱的祷告。麦克也祷告了。Love never fails. 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它是永不止息的。Never fails. 它是绝对不会失败的。
所以主，让你的爱今天落在我们身上。你求你倾倒你的荣耀给我们，倾倒你的荣耀。我们来接受你的爱，接受你的爱。We receive your love. 我们接受你的爱。No greater love does anyone have than this.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了。And they lay down their lives. 放下他们自己的生命，为他们的朋友。Lord, 牺牲他们的生命，主让我们成为那样子的人们。Instead of rising up, 除我们不兴起来抵挡， always, 一直的来抵挡。We're the kind of people that are always protesting. 一直在抗争。Why we're Protestants? 因为所以我们才叫做改革宗。Could we kind of become the people that are always loving? 那永远是爱的人们。Lord, 主啊, I pray for an explosion in love, like you've given Michael's visions. Lord, I pray that you would baptize Mike with fiery love. I pray for Diane, I pray for Dean and Dave and Isaac and all of them. I don't know them all, there's a thousand of them. I pray for this house, this school, this prayer initiative, this whole thing. Lord, baptize them with love. Let this place, man, I don't know about them, but they just love.施洗 they just love each other. 他们就是彼此相爱 他们就是爱神 That's what we want. 这就是我们要的 It's what we need. 这就是我们所需的 And may we be the most 让我们成为那个最不会被冒犯的人 最有恩慈的 Mannerly 最有耐心最有礼貌最有相信的信心的、最能够忍耐的经过所有的在大灾难的时间人们都会问说你怎么能够做到呢因为我们已经变成爱了所以有一天当我们看到耶稣你的时候我们注视你的时候我们就像你一样我们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知道你正在做因为是你所开始的你必定完成所以我给你最高的赞美耶稣基督你让我能慢慢的开车慢慢的让我慢慢的吃饭的话没有任何事情是更困难的，没有任何事情更困难的，让我成为不能够被冒犯。我谢谢你让我在这里所学习到的。我那么我要离开两个月了，要再去巡回在20个教会之间，所以我要每一个人都能够行在那个永不止息的爱当中，那将会把失落的人带回家，能够会让这个不冷不热的配偶们再次的来爱神，我们对我们的同工同学来都说是爱是永不止息的。谢谢你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你接受，你就说阿门，阿门。现在你如果需要医治的话，求你站起来。天父，我奉耶稣基督名来到面前，爱是一切相信，爱是能够恒久忍耐。所以现在呢，每一个人需要一个奇迹，不论是在婚姻、在身体、在感情、在财务上面，你的能力都会达到每一个人。主，你唯一你是神，你是神，你是爱，你是爱，所以你只有你能够做到。这些事情那么教会你们说我们相信所有的事情我们现在要接受我们的奇迹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人来相信我们的奇迹我们在那些我们的孩子们正在挣扎的然后你有生病的你相信你再也不失眠了你的那些创伤可以得医治你的疼痛也离开你了要相信他的爱是能够包容是能遮盖的他能够充满你所有的灵魂体你身上的每一根纤维求你现在请你们来帮助我一下我要尊荣你们我尊荣这个教会我尊荣你们我尊荣你们那么我要离开两个月了 我离开的时候我要带着你们的祷告跟着我那么当这个圣灵让你想起我的时候请你
为我祷告。那么当我离开这两个月的时候，你们会不会为我祷告？你会来帮助我？如果你像我要请 Mike 或者是其他人代表你们来为我祷告。那你离开之前呢，如果你呢拿了这张卡片的话，你留下那个黄色的那一个，其他的呢来其他的交给我，那么为我祷告，他们为我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解散了。 Yeah, amen, amen, Mike. Send me out with prayer, man. Mike, what happened? 派我出去为我祷告。刚刚那个讲道真的是太棒了。 No, I gotta repent. 真的，我要悔改。我跟他说，我听完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们听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讲道信息信息信息，然后我们来一个医治的特会吧。所说的吗？我相信。那么但是我知道，但是我现在还是低低的，但是我会努力往上的。阿们吗？ Thank you, Mike.Mike, 谢谢你。刚刚你所讲的真的是很棒。Julie, come up here and pray with us. 来，为我们祷告。Who? Dana Candler. She knows how to pray. Oh, Dana. Oh, I couldn't hear what you said. Monitor's over there. Yes, Dana. Dana, what did you think? Dana, 你怎么感觉那个是非常简单，但是这么感到人，感动人？他在2018年他就有讲到，他就把我的心门打开，神就用这个人来倾倒他一直在做的这些事情，他把我们带进爱当中。Lord, we just 主啊，我们按手。One of his best friends. Yeah, yeah, of course. Lord, we just thank you. We receive Dan and his family, even in our midst as a family member. Even though he's a part of another organization, another organization, another organization.神的这个同在，在他的身上也透过他，主我们感谢你。我现在讲这个，他在66 but who's counting? 66磅，他已经减重66磅。要为你此来感谢你，主。所以得求你继续让这个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我们也相信你，我们也感谢你，也求你给他力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你。天父，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你，求你来坚强你自己的仆人，给他力量，给他这个灵魂里面大胆。主，求你来这个保护，来围绕他，来帮助他，来保持他的灵魂体都坚强。主，我谢谢你，当他这个他如果是衰微，你就逐渐的强壮。奉耶稣基督的命，主，我们更多的来交给 Dan， 来更加知道你的心，要求你，你的手就在他的身上。那么你在开始的那些事情呢，你会继续，并且能够完成那些工作。那些故事，你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他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主，我们祝福他，来祝福他的琐事，祝福一切你存在他身上的。我们来。祷告说要增加，那有一个能够碰得到的、看得到的一个增加，他能够认得出来有一个新的一个恩膏，你在他心上面所储存的。那么主，求你给他一个看得到的一个增加，在这个医治的上面，求你按手在他的身上，我们祝福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主是很特殊的来使用你。我们将会有一个医治大会。Do something that can't be blamed on man.
那么你做一些事情呢，是人们知道说这不是人所做的，这甘宝楼所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事情。我可以听得到神的说话。如果说你的这个右膝的里面有很疼痛的话，那么一直在干扰你的话，如果是你的话，挥挥手，在你的右膝的里侧，是你吗？已经几个礼拜了，你现在呢？神要医治，神要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还有。有一个受伤，他的右脚踝，这有你的这个组织受伤，好像没有弹性了，好像是在你的右脚踝有一个受伤，是谁？举手，是举手，就在你的右脚踝的里侧。你站起来，如果你站起来一下，那个感觉不一样哦，现在就会感觉不一样，你觉得怎么样？感觉好一点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太棒了。Sometimes people say to me, "Well, you're just manipulating." No, I'm not manipulating. 有的人说你只是在操控，说没有操控，我只是听神说话。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操控，我听神的说话。如果那么还有很多人，有没有人有这个胃酸，我从来没有听过，但是这个胃酸会离开。今天晚上你会睡得很好。你这一些抗酸的药品你要吃的话，我告诉你不用再吃了，会得医治。还有呢，这偏头痛的增加，因为压力的增加，就这个偏头痛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然后让你完全的不能够活动。如果有好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现在有没有在头痛的？现在有没有在头痛的？头痛。Okay, so no more migraines.再也不偏头痛了，再也不偏头痛了。Just leave. 偏头痛离开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但是我告诉你们，你有神的同在，不是一个感觉到的，是一个自然的。我相信我们能够学，我们能够以好像呼吸一般的简单来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耶稣说，我说的话语就是一个灵，这个就是一个国度，因为他就是说了，他说出来的国度就到了，天国就到了。然后我觉得主现在还在说，这个是不一样的一种医治。你们有几个人呢，为这个孩子们的事情呢非常的受伤害，那么你在祷告，你的祷告的越祷告就越困难，有没有？神会给你一个重新的爱的恩典。我们要看到的神呢，已经会通过这个困难，你会把你的喜悦重新得来，因为你看到神在更新你的孩子们。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呢，有一个这个软骨在这个背中央，背中央，现在你会觉得有一点麻麻的，然后现在觉得有点温暖。你知道神呢，现在在医治你的背后。我告诉你，神在是哪一个？你觉得神现在碰到你的背后的是哪一个？举手。努力的挥挥手，你觉得你的背后，你的背，神触摸了你的背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是一个温暖的感觉，神正在运行，有没有？你感觉得到吗？有没有好一点？是吗？因为他的真的是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负担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Somebody has a debilitating thing going on that's causing you extreme fear. 让你什么事情呢？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惧。然后你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谁？是谁？哦，那边有一个人。那边还有一个人。Right there are three people. 有三个人。医生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三个人大家到前面来。I want you three to come up. You in the back.
Doctors don't know what to do.